中带来大惊奇，张伟凯持续好表现。陈其安重振旗鼓，要讨回失去的宝座。你听了高音，就恢复了你原来是陈其安最棒最亮的高音啊！看这样的比赛就会很刺激。新任卫冕者杜新田会用什么歌来接招呢？竞争更激烈的战局，千万别错过。